大家好，我是 Ovilia 现者，欢迎和我今天一起来分享一下 Apache ECharts 是怎么样通过服务端的渲染去减少它整个的包体积。今天我们首先会简单的介绍一下 ECharts， 然后说一下我们面临到的一个包体积的挑战，以及我们是怎么样用服务端的渲染去解决这个问题。首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Apache ECharts。这是一个在网页上运行的前端可视化库，它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图表效果。我们先来播放一个视频来展示一下。如果不行的话也可以切出去放一下视频。OK， 我们看到它支持非常多的图表类型，并且它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就是支持一个很酷炫的动画效果。而要实现这个动画效果呢，对于开发者来说，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代码去实现的。那这里展现的就是一些它的变形动画。然后它可以通过 SVG 的路径差值来实现像这样的效果，包括不同的投影的变换，以及这个是一个动态排序的柱状图。这个是动态排序的折线图，然后以及一些其他更多的图表，那这里就不一一展开了，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 PPT。OK， 那我们刚才说到它第一个特性就是它支持非常多的图表类型。ECharts 的默认内置支持了20来种图表类型。如果这些图表类型还不能满足一些特殊场景的需求呢，我们还支持自定义系列，用户可以用自定义系列去根据他自己的业务需求去定制一些很小众很特殊的图表的样式。它第二个特性呢，就是它有很好的跨平台支持。那这个跨平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它是支持多种的渲染引擎，比如说 Canvas、SVG 和 VML。那对开发者来说呢，这些不同的渲染引擎只是一个配置项的区别，其他都是一致的，所以可以实现轻松的一键切换。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对 PC 和移动端可以做分别的适应，然后就比如说右边这张图在移动端和在 PC 端可以有略微不同的图表效果。那除此之外呢，它还支持非常多不同的语言，比如说在服务器上面我们可以使用 Node.js 或者 Python 或者 R 这样的语言去做一些其他语言的适配。它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它有非常强大的交互能力。我们可以看到像右边这张图，它本来也是一个动图，不过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就是我们可以移动它框选的范围，然后右边的这些柱状图就会跟着动态的进行一个动态的变化。那除此之外呢，还支持比如说像图例啊、视觉映射啊、数据缩放，然后提示框、刷选这样的一些更多的动态交互。那第四种呢，就是它有支持在前端实时渲染千万级数据的能力。那这个图表是一个用 WebGL 渲染的 2D 的地图它可以实现那个无缝的一个交互的效果，这个是千万级别数据可以在前端实现。那我们刚刚看到就是 ECharts 有非常丰富的功能，那非常丰富的功能的背后就是非常庞大的一些代码，那这些代码就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包体积的挑战。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 ECharts 包在压缩后也有1兆的大小，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体积。即使只是用折线图、柱状图、饼图这些简单的图标，也要到 450K。那这样对于一个比如说有 WiFi 或者说 5G 的场景，这个大小其实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是在一些网络不是很好的情况下，比如说 2G、3G 的场景下，那这个加载时间就会比较长。那么比较大的一个包体积，它就会带来一些挑战，比如说它导致加载的时间更长，然后用户更容易跳出，以及用户的整体的反应会更加不好。我们都知道 less is more， 少即是多。那么我们具体怎么样用少即是多的这样一种思维去解决我们的包体积大小的问题呢？以下我们会介绍几种方案。第一种方案就是引用的时候不是像右边这样一个整体的引用，而是像左边这样，就是你要用哪一个模块就去引用哪个模块。这种方式现在也是支持的，这个是在大概一两年前就支持的一种方式。那它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用 tree shrinking 去减少一些我们用不到的一些包体积，但是它的缺点就是首先它有额外的一些开发的负担，就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柱状图，对 ECharts 来说它都是在配置项里面，那开发者其实很难知道我具体要去引入哪些库，比如说开发者可能不会直观的想到我需要去引用一个笛卡尔坐标系这样一个库，所以这对开发者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心智负担。那第二点，它是减少的包体积是比较有限的，因为 ECharts 体积之所以大，是因为它考虑到了非常多的边界情况，可能90%以上的代码都是为了处理那些10%以下场景碰到的问题。那比如说像一个 FLS 里面，你可能90%的场景都是走那个 F 的那个语句，然后 else 里面占据的代码很多，但是90%的场景它并用不到。那使用这种按那个模块加载的方式，并不能减少那个很少走到的 else 的那个路径里面，所以它减少的包体积是非常有限的。那第三点是它是以牺牲功能为前提的，也就是说你不引用哪个模块，那你这一个模块的功能显然是用不到的。那第二种方式就是说我们从头去搭建一个 ECharts mini 的项目，这个是我们没有去做的一件事，那接下来我会解释为什么我们没有做。那它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显著的减少包体积，因为这个是从头开发一套代码，所以我们可以严格的去控制哪些逻辑我们要放进来，哪些不要放进来，然后对使用者来说它是没有一个额外的心智负担的。那它的缺点一个是对开发这样一个 ECharts mini 库来说，开发者需要付出很大的一个重新开发的工作量，并且它后期的维护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你分在两个仓库里面，如果你要修一些 bug， 你可能就要在两个仓库修，你要提一个需求，你要放到两个仓库里面。那第三个是一个更致命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决定哪些需求要被放在这个 ECharts mini 里面，哪些不要。那可能一开始我们会制定一个原则，但是随着可能越来越多的用户说，哎，我们这个需求也是一个很常用的需求，应该被放到这个 ECharts mini 的项目里面，然后最终导致这个 mini 的项目不断加入更多的功能，然后最后使它退化成为一个原始的 ECharts。 所以这条路可能就是一条行不通的路，所以我们也没有走这一条路。那我们今天重点要讲的就是第三条路，就是服务端的渲染。服务端渲染原本的意思，作为全栏同学应该比较清楚，就是它指的是服务端去生成一个渲染完的 HTML 的代码发给前端去做渲染。那具体在图表的领域，我们是怎么样用这个服务端渲染来做的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左边的这个蓝色的大的立方体表示的是现在的 ECharts 的完整包的体积，也就是刚才说的一兆，也就是1000KB 的大小。
它的体积对应的是它的文件大小。那我们看到右边的几种服务端渲染的方案，分别对应的是服务端渲染一个 PNG 是 50K， 然后 SVG 是更小一点 20K， 以及一个轻量运行时是 2KB，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大的体积的区别。我们来回顾一下，刚才说，最原始的方案，也就是客户端完整的去加载一个 ECharts 包，那这个的体积就是 1000KB。那在第一个版本的服务端渲染呢，我们可以在服务器端生成一个图表的 PNG 图片，那也就是返回一张图片给客户端。那它那个返回的大小，比如说以一个正常的图表大小，我们大概是在 50KB 左右。那这个时候因为返回的是一张图片，所以它显然是没有办法支持任何的交互的，所有像高亮变色啊，或者说一些动画啊，或者说点击图例切换系列的显示与否等等都是不支持的。那如果要支持呢，就需要去再次请求那个 1000KB 的一个完整的前端的库。那么这种方式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使用服务端渲染的 PNG 作为首屏显示的一个图表，那就保障你这个首屏的渲染时间可以得到一个压缩，就是原先你可能需要加载 1000KB 才能渲染出一个图表的首屏，现在我们只需要加载一个 50KB 就能渲染出来了。那等渲染出来之后呢，再去请求一个完整的包。然后在 2.0 的版本呢，就是把之前的那个 PNG 的渲染结果变成了一个 SVG 的渲染结果，除了它可以本身就由于 SVG 会比 PNG 更小一点，然后能够减少一定的体积之外，它一个更大的好处是我们可以利用 SVG 的 CSS 属性去实现一些简单的动画效果，比如说柱状图一开始渲染的时候有一个柱子上升的这样一个效果，这种效果是可以通过 SVG 直接去实现，而不需要加载一个完整的 ECharts 包的。那它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SVG 放大了之后不会变得模糊，但它的缺点还是说一些复杂的交互需要请求一个完整的 ECharts 包。那我们现在正在开发的一个功能如果大家后面感兴趣的话，可以在 ECharts 的 SSR 分支里面看到，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正式发版，但是如果想要抢先体验的话，可以在它的 SSR 分支上面看到，就是说我们做了一个 SVG 的服务端渲染，再加一个轻量级的客户端的运行时。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和前面一样，服务端一开始渲染好一张 SVG 的图片发给前端，那这个是带一些初始动画的，比如说柱子升上来的这样一个效果。然后这个轻量运行时是用来做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一些简单的交互，就比如说鼠标 hover 到一个柱子上去要变色这样的一些交互，就可以通过这个轻量运行时去给它实现。那一些更复杂的交互，就比如说你点击示例想要切换一个系列的显示和关闭，那这个时候就通过这个轻量运行时得到我当前点击的元素属于哪一个系列哪一个数据，然后再向服务端去请求一次新的服务端渲染的图表。那注意一下，我们现在在向服务端请求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去请求那个 1000KB 的一个完整 ECharts 包，而是请求一张新渲染的 20KB 的 SVG 图片，所以它这种方案可以很大程度上去减少我们请求的体积。那我们具体通过例子来看一下，就是左边这张图显示的是一个柱状图一开始加载的时候的一个升起的这样一个动画。那它是怎么实现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右边上面这张图，它对应的其实是 SVG 的一个 class， 然后我们在这个 class 对应的 CSS 里面写了一个它的动画。那在这个具体的例子里面，它是一个贝塞尔曲线的一个升上去的一个动画。那通过这个方法，我们就可以不需要任何的 JS 代码就能实现这样一个动画的效果。那第二种交互方式就是鼠标 hover 到柱子上面的时候有一个高亮的一个效果，那这个也是通过 CSS 实现的，就是和前面比较类似。
那第三种交互是说我点击图例上的元素，然后来控制这个图例的显示和关闭。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张，就是每一个图例上面的元素，它会对应显示了一些 meta 信息，比如说这个系列的序号以及数据的序号。那通过这个轻量运行时，我可以在点击事件里面知道我点击的是哪一个系列的图例，然后得到这个数据以后，我再通过开发一个服务端的接口，我说去切换这个图例的这个系列的显示和关闭，就能实现服务端重新渲染一张切换后的图片。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体的效果，就是从左边这张图整体的效果，其实你很难感知到这是一个服务端渲染的图片图表，就是从用户感知上，它其实和客户端的感知是非常接近的。然后在写服务端代码的时候也是非常方便的，我们看到其实只有两处改动，一处改动是说我们在创建图表的时候会告诉他我这是一个服务端渲染的图表，然后另外一个区别就是在设置完我们的配置项之后，最后多一步把它渲染成 SVG 字符串的这样一个方法。那它的缺点就是对于一些非常高频的交互，比如说像提示框和数据缩放这种需要有高强度的实时的这种交互，它是没法通过服务器的二次渲染来实现的。那如果有这一方面的强需求，还是得去请求一个完整的 ECharts 包。那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这种服务端渲染的方式，我们可以显著的减少在前端渲染时候的一个包体积，然后并且能够更快的让用户的响应得到反馈，那它就可以提高更好的一个用户体验。但是呢，它是需要一些额外的客户端的和服务端的开发工作的。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这个是开发者决定的，就是开发者觉得我这一套东西用一个服务端渲染的方式，他就去做。因为他那个写那个 SSR 等于 true 的话，这个是在服务端写的，不是在客户端写的一个事情，所以他写这个的时候已经是决定要用服务端渲染了。